嘿，弗拉维，怎么了？哦哦，你在漏油啊！你记得你撞到哪里了吗？嗯哼，没有，别担心，待在这里，弗拉维。嗯，拖车汤姆会很轻松地解决你的问题。嘿，汤姆，汤姆，你能听到我吗？汤姆，汤姆。哦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！看起来你今天会很忙了。平板拖车费拉维需要你的帮助，快，我们出发吧。这边，汤姆。汤姆已经出发来营救你了，弗拉维。嗯哼。是时候把弗拉维带到车库去了。那看起来工作量可不小啊，汤姆。哈哈哈。我们需要在油耗光之前把弗拉维修理好，汤姆。干得好，汤姆，继续前进。我们终于到了。汤姆，我想你得好好休整一下。很好。所以你怎么想呢，汤姆？是的，弗拉维漏油的油箱需要被堵住。耶，那里，汤姆，那里有个需要被堵住的洞，就是那里把油漏光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，汤姆？是的，电焊看起来是个很棒的主意。小心，弗拉维，它可能很烫哦。干得棒，汤姆。弗拉维，你现在已经完好如初了。拖车看起来有点破旧和损伤，你怎么看，汤姆？很好，让我们换掉它。弗拉维，你要有一个全新的拖车了，激动吧。哇哦，我们找到了，不过这个比之前的拖斗要长一些。汤姆，你认为这个可以用吗？哦不，那我们应该怎么修理它呢，汤姆？我明白了，你要安装新轮胎，那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汤姆。好了，完美，你现在可以运输更大的货物了。我想我们差不多完成了，你认为呢，弗拉维？真棒。哦不，我们差点就要漏掉那个了。没错，你是对的，我们需要给弗拉维换上新的头灯。那个可以吗，汤姆？
哦，好的。那么这个呢？太棒了，我们找到一个完美匹配弗拉维的了。试试他们，弗拉维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工作。干得太棒了，汤姆。再见，弗拉维，回头见。再见，汤姆，下次见。大家好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很适合钓鱼，是不是呀？嗯。小汤姆，你怎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呀？因为你不会钓鱼，没事，你爸爸或许可以教你。快看，有条鱼上了亨利的钩了。哇，肯定是条大鱼。糟糕，亨利，撑住，我们马上把你救出来。小汤姆，亨利需要帮助，你可以请你爸爸过来吗？嗨，汤姆，小汤姆来找你了。亨利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，你可以把它拖到你的店里吗？汤姆，谢谢你。他现在在池塘里和杰瑞米一起，我们走吧。亨利，别担心，汤姆来帮你了。汤姆站得漂亮，我们回店里去吧。亨利哪里受伤了？他的挡风玻璃碎了，而且车里全湿透了，是吗？那你能修好它吗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汤姆，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？装一块新的挡风玻璃。亨利，你现在已经修复得相当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把亨利车里面吹干吗？哇，好多水啊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用风扇把亨利迅速吹干。汤姆，你想到什么了吗？哇，亨利，这根钓竿看上去结实得多，不管多大的鱼，你肯定都能钓上来了。看来我们基本完工了。小汤姆，这个鱼饵钩好像一辆赛车，真厉害。这是要送给亨利的吗？亨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亨利，汤姆已经把你修好吹干了，你现在可以准备走了吗？
谢谢大家的帮助，你们都做得很棒。我们回去钓鱼吧。你们玩得开心吗？小汤姆，你钓到了一条鱼，看来你很有天赋呀。朋友们再见，下次见。拖车汤姆，嘿，伙计们，真是适合比赛的好天气。做拉拉队开心吗，汤姆宝贝？看起来不错，家里。天哪！啊哦，不好！汤姆宝贝，弗朗西斯需要帮忙，你能叫你爸爸来吗？他可以修理好弗朗西斯。嗨，汤姆，汤姆宝贝来了。弗朗西斯踢球的时候出了意外，你能把他拖到店里吗？谢谢汤姆，他在学校，我们走。别担心，弗朗西斯，汤姆会在车库里弄好你的。你准备怎么把网拿掉？哦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漂亮。干得好，伙计们！耶，你又可以动了。接下来呢，汤姆？你真的有很多轮胎。你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。现在做什么？我很好奇那是什么。哈哈，那个很棒，汤姆。有其他选择吗，汤姆？你在上面藏了什么，汤姆宝贝？哦，真酷，那是给弗朗西斯的吗？谢谢你们的帮助，伙计们，你们真棒。我们回去比赛吧。
漂亮的传球，射门，弗朗西斯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嗨，查理。嗨，比利。你们配合得很好。糟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想请拖车汤姆过来吗？好的，比利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嗨，汤姆。推土机比利遇到麻烦了，你能来帮帮他吗？小汤姆，你也一起吧，这边走。他们来了，大家别担心，汤姆很快就会帮你们修好的。我们带比利回车间，看看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吧。小汤姆，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别害羞，比利的推土机刀片要更新一下了。没错，我们去柜子里找找刀片吧。在这儿呢，比利，抬一下胳膊。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帮你的吗？我知道了，你需要一台新的照明灯。小汤姆，你可以找一只替换照明灯来吗？你要按这个灯的样子找替换键哦，知道了吗？这个不行。那这个呢？太好了。
你真棒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嗨，克里斯多福，你好吗？我看到你的搅拌桶正在旋转，这是否意味着你正在混合混凝土？那儿，我还看到混凝土从卸料槽里出来，这种混凝土将被会用来建造大楼。你停下来了，是到了休息时间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发生了什么呢？你是没法启动你的搅拌桶了吗？你必须要完成今天的工作。哦哦，不要难过，克里斯托弗，没关系，我会打电话请汤姆来帮助你，就在这里等着。嘿，汤姆，你在喂鸽子呢，难道你不怕痒？汤姆，抱歉在你喂鸽子时打搅你，不过我们需要你马上赶到施工工地。混凝土搅拌车克里斯多福遇到麻烦了，能请你帮忙吗？感谢你，汤姆，也谢谢小鸟们。那么我们快点吧，汤姆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。在你的右边，汤姆，真棒。直行，汤姆，这条路会通向施工工地。汤姆，你看到克里斯多福了吗？不在这里，他在那儿。来吧，汤姆，让我们去见克里斯多福。嗨，克里斯多福，汤姆来了，他会立刻把你修好的。让我们带你到车库，克里斯多福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，汤姆？来吧，汤姆，耶，你可以做到。车库不是太远，来吧，汤姆，加油。哦不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嘿，我有个主意，克里斯托弗，不如你也把引擎启动，这样汤姆就能更容易地把你带到车库了。完美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达车库。克里斯托弗，汤姆现在要检查检查你。让我们为你找一个新的搅拌桶。太棒了，让我们换下旧搅拌桶。搞定了，这看上去太棒了，让我们看看它工作起来是不是也一样棒呢？你为什么不试一试，克里斯多福？干得太棒了，汤姆。有什么不对吗，克里斯多福？哦，汤姆，看起来搅拌桶已经工作正常，但卸料槽并没有。哦，没事，所以你认为是堵住了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耶，让我们更换它。是时候换下旧的卸料槽了。这真完美，汤姆，你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，克里斯托弗，不是吗？那么让我们帮你启动吧。
一切都工作正常，所以我想我们的工作都完成了。还有什么，汤姆？哦，水箱有个洞需要修理。那么我们该怎么修好它呢，汤姆？那是什么？热喷枪。好主意，汤姆，你还需要什么别的吗？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什么？啊，我能找到一些修补水箱的材料。不，我喜欢你的这个面具，汤姆，你应该常常戴它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融化了洞的两侧，这样填补材料就能够附着上。现在从热喷枪的热量会融化填补材料，并把漏洞补上。这一切都归功于你，汤姆，干得真棒。该回去工作了，克里斯托弗，再见。回头见，汤姆，再见。